立地成佛，因为放下屠刀，那是比喻啊。能够立刻放下，才会有立刻的成就。放下什么？放下那不该拿、不该把持的东西。嗯，好。所以立刻的进步就在眼前。但是如果一下对，一下不对，这是我跟你讲，正负得负。所以一下对，一下不对，后面一定是不对。没得谈，所以人生呢，红尘中视线的吉凶祸福，谁也怨不得，那都是自己惹来的。重点从哪里来？从心。所以心为什么重要？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想清楚，什么没想清楚？心没想清楚，是不是？那招来了以后，你怎么办呢？怎么消化呢？招来可能很容易，那请他走很难啊。为什么？每次都是那不好的东西，就是好的东西昙花一现。因为好的东西在视线的时候，你在享受中，所以还来不及感受有什么不妥。不好的东西难过。所以觉得哎呀度日如年，好的要来。我想这些在我们超马系统里面也是自我把持决定营造，是不是保持后面都有。所以我们有多少的课程、哦、都是要再说把自己看好自己先好，后面跟你身边的都因你而受益。自己不好，你们在那边什么干着急，说我急着渡人，就最后一团乱。